请收看《维新世界》，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丁酉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已经在4月15到4月22，这个国历呢，我们就要很殊胜的来开始为大家祈福。当然，农历呢就是在3月19到3月26日，前后有8天的时间哦。如果你有供养莲位的话，或者是你想要来祈福拜拜，都欢迎你在这8天呢，要赶快来这边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当然，如果说你有报名的话，现在就要尽快的，不要等到呢我们水陆法会已经在即眼前了，或者是水陆法会当中你在急着在报名，现在就可以赶快来祈求我们大家都平安。水陆法会一般我们全称呢，十方法界四圣六凡水陆普渡大灾盛会道场，所以也称作为水陆道场、水陆灾或者是慈济会等。这种佛事呢，就是以供灾食为主，为超度水陆空一切的孤魂而设立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佛教最隆重的一种精忏法事。所以呢，我们其实水陆法会啊，我们超度的呢，我们还有请我们高僧戒德，这等一下我们要请我们的来宾圆理法师来跟大家做介绍了。那圆理法师你好，感恩哦，今天哦就是从我们湖内跟冈山道场的住持哦啊带领这么多学员来要来接受访问，谈谈心得哦。所以今天感恩你啊，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水陆法会是一种非常隆重的一个超度法会盛事。嗯哼。每一坛我们就7坛1所嘛，是，将近每一天就要300-400位、450-500位的员工，那个法工来做，是充满的欢喜，充满的一个快乐了，是是是，啊，那么这很我们这法会，每一个坛都有那个出家师父公社清忏，将近80几位的高僧戒德啦，是，我们除了要供养以外，请高阶戒德仰仗火力，超度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个人的。那个地基组等等都要去做，是他们很高兴，因为出家师父他们的有修行的功德力嘛，将你的功德供养金的功德吼来转施回向给法界啊，名扬两利。尤其这个水陆法会，像最近事务所开始啊吼，那有时候地方上很不平安，你也要帮他设立一个法会，是啊，让能够天津文化，而且讲这个道路上高速公路很多的灾难。而且这个道路这地方很不平安，老祖也开始很慈悲啦，因为没有人帮他，我们可以帮他设立，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也连累帮他超度公社人的名字，然后
很你可以供养普助，把它供养。是。到时候他们那一些孤魂幽灵啊、嗯、那一些男女巫术孤魂等等啊、嗯、他会感谢你啊。是。哦，这是我们师父所做的大功德力啊。是。那大悲愿等到天下太平，天下苍生得度。是，所以你有公社联位，记得如果说你写好了我们的报名表，你也可以传真哦，传真到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的事务部哈。那传真的电话就是0492724058，0492724058，这就是我们传真的电话。如果说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啊，除了可以在我们全程呢各个道场来请教我们的住持法师以及我们的法师之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呢到我们的禅机山仙佛寺事务部的电话，电话就是0492724669，0492724669。不过圆林法师有一点哦，很多人在说为什么我们宗门这么殊胜，超度了这个地基主的灵位啊，供养这地基主灵位，为什么地基主是这么的重要？老子师父的开示哦，地基主就是我跟我们过去社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因缘，还够屌嘞。是，就是即马我这里立法都带进人主，还是买这个土地，拢过去先跟你有缘嘞。嗯哼，我们就要用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呐、啊，他会感谢你。是哦，那么现在感谢阿姨。是，那么我们说水陆法会帮他操作，尤其他在卖土地的时候，这些地皮没好势，我们除了我们要很多新功立德以外，也要帮他设立超度啦。像前年的话，也是那里直接用啊，那里家爹有一个信众嘛，是他有将近一甲多的土地啦，啊，他要卖也卖不出去啊。嗯、我说你要赶快去超度法会。是哦，他都法会、啊、而且吼、哦，把设一个斋菜供养，设立普助供养，感谢那个地大地厚的地基主，哦，你我相信能够很快能够卖出去的。是，啊，伊参加了，参加水陆法会了吼、哦，第二年也是参加了，啊，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将一那个价值吼、哦，将6000多万吼、哦、卖出去呀。哇哈！哦，6000几万嘛。是。啊，他也很高兴的。除了这方式的话，你当然。你得一定要有这个佛事，啊，还有一个正法来给用，来给超度的时候，伊会感恩你。所以咱来超度咱地基主足重要的，咱、嗯、工匠的地基主嘛非常的重要。咱到做生意嘛，咱到顾的嘛是咱地基主啊，卖发生一挂意外的事件呐、啊，发生一挂问题的时阵，你搁较侪钱嘛，无法度弥补，还是麻烦的，是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讲你啊，咱啊有地要卖，还是要厝要卖吼、嗯。除了我们要进入宗门修行诵经以外，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大小小的法会帮他超度、嗯，那他们会感恩你的。是的，伊人来的时候，买给你，该到到三工，可能也蛮顺利的。是，你要你该要供养的时候，你也讲吼，即摆姻缘到啊吼，姻缘都因有啥物问题，啊，今天我该设立大联会吼，给你超度，希望讲能够欢喜接受供养。是，啊，将来有人看住吼，伊嘛总欢喜完成。你啊讲的时候。哎，不然你也完了。就牵有远远过来。对对对对对。真的哈、哦，我们的地基主哈，我老公，嗯啊，地基主，咱是叫咱大姐在拜嘛哈、嗯。可是呢，地基主看不到啊，真的有地基主吗？确定有。因为有一个工厂的老板啊，因为就是地砖的问题没有弄好。那所以说要找那个人重新呢 啊把这个地砖弄起来，他又不愿意，又躲起来了，说只要打针进去灌浆就好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啊就求地基主啦，啊可以看得到的一位师姐，她说，哦，你的地基主做慈悲呢，带了一个小朋友跑过来，高高兴兴的，所以说你赶快求他。结果求到最后呢，啊就是说地基主答应了，答应了，而且呢就是说要初二。16，他拜土地公的时候也要一起拜哦，对，就这样子就圆满了。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看到了就没有，事实有的。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在供养这些灵位的时候啊，你需要的什么灵位，你供养他一定很感恩你，只是你没有听到，你没有看到而已，这是很重要的哈。这是要我的现在讲，你可以占卦了哈。我们老子说这5000年来非常非常殊胜的用意啊。嗯哼。这里这块地要起起来，还是讲要卖来卖不出来？是是。卦上会显示啊。嗯哼。还是你要你这样准备起厝要起起来，入这方向。
哦，为什么没顺呢？你要占卦。嗯、啊，上次在上个月也是一样，到那个啊车霞，那个车霞，那现场已经被剔除了。嗯哦，但是这个方向按照易经卦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官鬼爻就叮当就怪不好势啊？嗯我说你咧吞土的时阵吼，人内底软的球的你也伤着啦。哎，啊你人抓伫遐，你啊你袂使我吞土上大。啊、哦、是。我讲啊你吼。一定要帮他操作那个五阴杂力啦，啊，佮伊边啊佮一间土地公庙啊，遐来咱你无数顾问操作，我也是利用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啦，啊，让他赶快去报名来参加，是，然后帮他操作，来立这个方向，嗯，啊，挂上起来哦，也得祝寿好的做王的呀，是，来做这立这个方向就对了，是，因为他做前三星象，挂大门做钱嘛，啊，内大门做亥的千金来生水，挂上出来，哎，没办。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工作，你要操作，你把它伤到的，伤害到五行财，你不知道。但是易卦是我们五千年来这个大智慧，咱拜下八卦，做事好一文龙，就讲公事我台线人，所以查你这个问题啊，让你知道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用正确的智慧去做，然后你把你的烦恼解除掉。不然的话，你不没有用易经风水的话，哎，怎么不不准准？嘿、欸、大概干枯水枯啊，怎么会离苦得乐呢？是，还是用易经风水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生活上的瓶颈烦恼。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借由这个我们水陆法会呢，啊，邀请大家来参加水陆法会祈求平安之外，我们当然也借这个机会邀请大家要多多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来接法，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学习的智慧，因为易经就是生活嘛，哈。当然就是说提到了这个我们水陆法会的地基组之外啊，我想啊，刚刚提到的五阴神类，或者就是说其他的，譬如说它有杀业的啦，杀鱼的，看鱼活蹦乱跳啊，可是它在卖鱼啊，我看它这样头一啪下去打下去，真的那个鱼就不动了。对。哎、啊，还有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屠宰场里面哦，这个都是一直这样过去哦。这些的人要怎么样来超度呢？一般我们做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天命跟阴历的哈。嗯你不管是你抬地啦、起地啊、起鱼啊，啊，钉钉杀生业吼，更要设立这个连累的，让一些灵界能够操作，也是借着因缘吼，给你抬，抬抬了，啊，拄啊弄做发挥，给你超度，伊嘛足欢喜的啦。是啊，你也无法超度，伊是伊对你辛苦的啦。哦，这个很多的案例，包括阮伫湖南呀，做一个起鱼啊、鱼温啊，迄种的啊。是是。我若过来跟你问代志，有先讲我囡仔才袂顺，还是我囡仔才无乖，还是食安慰他命啦？挂上水珠来，遐个所在无好势啊！你伊个，互你强，你个提伊，伊个强用你，啊，你用钱换钱嘛。但是你无一个感恩的心嘛。是。你也较超多啊！啊，到尾伊会感恩我拢啊，尤其是海产类啦吼，啊，伊做做农作物的啦吼，啊，台鱼、饲鱼我嘛同款啦。是。你个有一个人会听，伊足欢喜的。是。天津轮舞啊，苏北去伫咱冈山道上华有开始吼。啊，那冈山的羊肉炉非常的有名、啊、哦，真的出名啊！哎，也希望说，哎，啊，施工马个差不多啦。是所以，我们冈山道场的法会时阵吼，马来设立伊的伊的迄个连累，帮他天津文化，仰仗活力吼，入来只吼听经文化，是哦，转化为人，听经文化受立功德，嗯哼，啊，尾下就稳定落来，他们也是很感恩老子师尊。所以你各种还杀那个鱿鱼都可以去做、嗯，我相信对你的事业、对你的民良良力都是一个加分的啦。是，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哦嗯，有你有做任何的话，要多去做啊，操作连累啊，嗯哼，哦、能够对你是帮忙的嘿。是，所以师父开始我们大家说，大家说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而这个不是只有对父母、对你的这个对我们有恩的人，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杀生业啦，杀业的哈，因为就是你靠着养鱼卖鱼，或者是杀猪宰羊，因为你靠着这样在过生活，你更要懂得，因为有他们才让你养活你这么一家一家人哈，甚至可能让你有更多的财产。可是我们对他们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那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啊吃饭都有一个供养词之外啊，我。这一次的法会一定呢，大家借由超度，那就是来感恩他们，这很难得哦。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每次水陆法会的时候，你有带领学员参加普桌啦哈、哦。那还有就是这个咽口坛，这个咽口坛它的殊胜的功德力在哪里？那这个布置跟供养的重点哪一些呢？
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啊，我经历了 大大小小战争3762大小战争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简单的叫像我们那个赤壁之战啊，那是我悟到的，死了那么多人，谁要去供养？是啊，也是要借着这个因缘来供养。所以老祖的大智慧一定要供养3762，中华民族是5000年啦，是很高兴，也是悲哀啦。但发生了3762大小战争，借着因缘来供养。来时机去时宝，他们会感恩你，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学员，除了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祖先以外，都要供养一些普桌，供养三千万灵。那三千万灵他会感谢你，尤其那些战争亡死亡灵，他会感恩你。你做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超度得度，哦，然后听经闻法，他们非常的高兴啊。是，尤其那我们的金刚上师啊，以那各种的手势都在超度，尤其那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有的七颗馒头啊，我就有时候要请示那个金刚上师，因为七颗馒头要做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我要了解啊。在焰火台里面吗？对对对，他说，因为最后一个就是追归罗汉啦，所以他的脖子就象征一样啦。你没有做这供养，就讲一都不阿多，一无不阿多，吞不下去，吞不下去嘛。所以也仰仗金刚上师仰仗圣口一供养诸佛菩萨。把伊个伊那个喉咙打开，要把那个食物把它给供养，伊就是得度啊。有时候很重要就是这样子。然后要欢喜心受，然后我能够要诸佛菩萨牵引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每次水陆法会就要供养斋菜，尤其是佛桌也要说那个香佛桌啦，因为旁边的供用，临界就是闻香四神呐、啊。是钱达伯一平常在旁边也把众欢喜得度啊。哦、就是要供养捕捉设灵人类来超度，就是很殊胜的天命，那也功德天在里面。是，所以我们在农历的2月2号呢，就是我们的福德正神他的加生日哈。那在这一天呢、啊，福德正神这一天，我们已经供上了有七支的幡了哈。这个幡的意义很重大，已经昭告了所有的法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水陆法会了哈，大家可以准备来参加。当然，我们呢还有丁哥嘛哈。对。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一次在焰口坛我们的原理法师为什么要焰口坛的超度文书要做禀报？这个殊胜的地方在哪里？最主要，我们每一个年位、每一个超度都有，它有各种的排年位嘛，有祖先呐、冤亲债主啦、然后阴灵啦、地基主啦、义务灵啦、十方诸灵年位。那么我们这些同修都要发慈悲心、大爱的心。是。除了我们的金刚上师、出家师父供。供念以外，一点爱看这些禀报，像诸佛菩萨在咱们招请，是他的姓名、他的出生年月日、住址，那个禀报，他们能够得到法益，你得到他们受到法益，伊就欢喜做欢喜来纳修啊。哦，这是要一定要禀报的。所以这些诸佛菩萨都要招请的。对对对对，当然都要招请啦、所以每个年月都爱咱出去书来上经。发落的时阵，有些出家师拢爱吊车，伊的人拢爱念名，因为吊车伊来听经闻法。哦，是，那热热等诶，热热等啊。啊，所以我们的同修拢爱身口意供养。啊，是。带领我们这么多有修的同修，来显示，来念这些名，迄就是活菩萨化身嘛。哦。嘛是咧，互咱有讲，咱嘛是做佛、做菩萨的心来跟吊车去嘛。是。大家都很高兴呐。像我们水陆法会的话。我们大概都是两点的时候要准备插旗子嘛，因为每天将近有3000多桌啦，是啊插旗啊，大概一波啊五点外，咱都要插香啦，啊7点外的时阵，咱都各个年会，咱同学都要禀报，哦，大概是非常的多啦，哦是，不过等你很多人一两个来练，几十个人。还是练不完啊！我是看排一整排，排一整排，3、400位在练的、啊。哦，是是是，因为超度的那么多，他的殊胜在那个地方、啊。是，因为就是因为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天威、大家感应非常的多了。是，所以说希望讲用这个来超度，大家能够离苦得乐，上上啊，办法会，所以大家能够平安顺利啦。是是。所以我们举办一次的水陆大法会呢，在我们维新圣教呢，在今年的丁酉年已经迈入了第20年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
老祖的慈悲，师父的慈悲，带领了我们这么多人哦，来一年一年的水陆法会，有很多信众学员也越来越增加，大家都受到这个法益，而且大家都知道法会的超度的殊胜哦。所以今年丁酉年水陆法会呢，其实就已经快要开始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来参与，我们赶快来报名。这是国历的4月15日到4月22日，也就是农历的3月19日到3月26日这8天的时间。可是你不要等到这8天才来报名哦，你要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到时候大家哈、哦，可以加，谢谢，谢 OK 所以这并不是像上很好，那尽早报名。另外，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呢？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也讲前3天的时候就要禀报我们的祖先。或是更早来禀报祖先，最主要前3天禀报，让我一些祖先然后来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前3天甲讲吼，讲咱那个在那个这次水陆法会在我们长基山兴和寺，咱来设立联络规划啊甲禀报，他们就会继续听经闻法。是，就好像是我们在外面帮人家信众按神位啦，有时候要重新书写他的牌位，或者是要帮那个祖先的前面的公妈看那个玻璃把它拿出来。话说要怎样从甲地移到乙地，一定要前3天的禀报。爱甲讲就是讲啊，阮即摆这个所在啊要办这个法会吼，也是讲要咱当时要安神位，才咱祖先爱知影要做这个工作，让他们把啊，互因知影，然后书圣下去做嘛，下去做。啊，那么以这个叔叔来去听经文法，书圣听经文法吼。我们尤其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哦，他啊去买那个有小人的袜子。然后穿在脚上，也有戴个尾戒，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啦，啊，就是要治小人哦。这些的方法，云里法师，你觉得呢？它是一个让我们心里的安慰啦，也是一个说法而已。确实，它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啊。就要从易卦了解，一定要是超度啦。啊，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冤亲债主？从我们的易卦来讲，动来克四爻啊，黑的就是有啊。讲为啥你未顺？为啥你会了钱运？你的兄弟要一动就来敬嘛，来敬嘛，你做生意了钱啊。是。啊，啥你了钱？讲起来是讲吼，一体两面，你要去想啊。是。他其实他是劫财，其实是你过去生，不然不晓得把人给人提钱去啊。我说讲，唔知讲，如果你啊，那不是跟你劫财啦，你是骗人的钱啊。是。你要讲这个方式来思考啊。是。然后你很要欢喜啊，过去的、阿弥陀佛错了。就错了嘛，然后重新的开始啊，是啊，然后今麦我在做生意啊，大家能改换世界，所以我很注重书所开示的、啊、吼，啊，伊有一家咧书在讲那个《金刚经》啦，伊咧讲啥讲吼，人啊甲你做，人啊甲你修行力去吼，你也甲祝福啦。我当时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误解这个问题，生意被抢了还要祝福他，祝福他啦，哦，原来是放开这个心结啦，是，该完事个，是。然后你讲啊，过去我唔知安怎去甲伊悟着，我接着因缘你甲提起，啊，我欢喜立修啦，我重新的开始，是，啊，你卖阁结完修，我甲伊超度，是，啊，恁大家欢喜，好啊好啊做生意。大家跟着圆满体啊，这就是冤亲债主了。哎，这就是解冤释结了嘛。解冤释结，所以这个冤亲债主我们有累劫的冤亲债主，哎，还有现世的，像现在有很多小孩变坏了，对、跟冤亲债主有关系吗？对，冤亲债主吼，伊就无得得度啦。我伫身躯好啊，你过过去啊，甲安怎？啊，我即摆一定甲你，就是讲现实回报嘛。啊，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师长说啊，该完谢给。过去我们无名，我有学这个法了，我希望借这个因缘，来超度你，来跟你送你回向。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再结恩仇了，一些一些意见，一届一届做，你该完谢给的慢慢掏开去啊。是。你无做，伊掏袂开啦。你无做，伊掏袂开。是。所以我们想利用一点时间呢，我们难得邀请到我们的福内以及冈山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哦，请你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呼吁，多参加我们水陆法会的联会超度，我们可以很多做好解冤释结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殊胜的方法。对，电视前的观众，上次是大家阿弥陀佛，那么水陆法会是难得，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每年烧的法会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我们祖先将近10000多位的一个年位以上，你要一满报名的话，怕说你的
啊，那个写的时候不清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将你的功德天写出来。嗯哼。所以让我们有前置的作业，哦，前置的作业，那个让你的住址啊，你的出生年月日，嗯、你超度的那个项目，很细微的把它写清楚，要工整啊。是是是。哦，提早报名的话，让我们一些义工啊，能够将的法会的年月对证的很好、嗯，然后把它张贴上去。然后能够在法会开始能够超度进来、嗯哼，哦，你写错了，你就没有办法进来了。是，然后有好几次，无论是在我们各分寺道场，尤其在当山道场，有时候水路一般的法会，你把那个我有一次在超度了、啊、那个啊那个鱼虾那一些啦，那柱子把它写错，无法都拔杯都拔无了。拔杯。哎，所以说你一定要消爱消清楚，所以那你有设立那的祖先呐、啊，冤亲债主啊，地基主阴灵。义务林呐、啊，啊，十方诸林大林位，一点爱孝行错，两家报名，是哦，别以免后面的作业造成延宕，影响到你的操作功德。是，所以要报名的话，我们道场你都可以索取我们的报名表。真的就像圆寂法师说的，写工整，然后记得工整之外呢，把你自己的电话留下来，把你的自己大名留下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联络的时候呢，大家方便了、哦。所以今天很高兴圆寂法师来跟我们大家开示这么多，我相信呢，大家对水陆法会呢更有一层的认识了。今天谢谢你，祝福你，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同时也感谢收看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祝福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